是要看摄影师镜头在哪里，我就要走到哪里。好，把你的戒指，把你的戒指收出来。我来吗？我坐下。我请讲。班长，这不是田径框吗？懂太多了，哎，对，很乖，你要骗你。老婆忘了，没有按七起来。你打你，你打你，那你没有按七哦，你完了，快到七了。那所以第一关是，第一关是宣读爱妻守则，即归老公关。晚上关灯要老公关，不得有异议。老婆生气时要极尽所能的逗老婆开心，老婆不在时要朝思暮想，守身如玉，不得有偷鸡摸狗之行为。还有还有，这样子。老婆化妆时要耐心等待，衷心赞美，不得有不耐等候之行为。还有，不行啊，这样太紧张了。你可以先念一遍中文，然后再客家话。老婆的需求要全力配合，不行啊，这个太紧张了，太难了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有那个？我的那个永远要对老婆大人忠诚。是，现在就是要他跳一支舞了哈。他因为我们今天他是以应该是很开心的哈，然后引起我女儿啊，所以我要用他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跳，可是一定要用很欢欣的、很高兴的心情来跳这一支，看他怎么表现啊。谢谢，我要进去了，谢谢你。
一个鸡腿堡就可以了。大家用最诚挚的祝福跟我们新人说，一定。